你知道女生也会晨勃吗？是的，有一项金赛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啊，当人们在处于快速眼动睡眠期的时候呢，荷尔蒙和神经递质就会产生变化，使人更加的放松，而大脑当中呢也会产生更多的性刺激。如果刚好这个女生在这个时段突然间醒来，那么她就会发现，小痘痘也会充血。身体也会更加的湿润，那么这种现象呢，就是称之为女性的晨勃了。所以你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早上的时候好像亲密起来更有意思呢？科学弹性，关注我吧。